这次林林是女子酒球的负责人。真的吗？我也不会。帮我叫一下女子酒球的负责人。找我有事儿。那个骄阳最近怎么样？骄阳的事你问我。这不看你开他的车过来吗？想起很久没见你，问一下。咱俩前几天刚在机场见过，忘了。真有事找我？小果的妈妈是那场比赛的裁判，她对林阳的印象不好。这下就跑了。对你们东兴城那几个兄弟到底上心啊？废话，难不成对你上心？下次再细聊吧。骄阳车借你的，他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觉得我和骄阳有什么吧？那也不至于，你看不上他。那可不好说，跟你比也不差呀。忙去了。哎，